告。第一点就是今天聚会的人数是70位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那我们想要请今天第一次来到启幕会聚会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们站起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那可以请姊妹们自我介绍一下。那我们请思琴的姊妹为我们弹欢迎歌，我们一起来欢迎。